啊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哦。那今天终于来到这个乐业街面线哦。啊，那粉丝传说这个面线是非常好吃的一家店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然后这一间店才刚开门哦。好，那店家蛮低调的哦，他们不想被采访。那这里就有看到他们的面线，大碗是70，小碗的是55。好，那才刚开店哦，就已经客满了，因为现在才刚10点而已。哦，10点多一点了哦。好，那这边写着营业时间是周一、周六，然后周日公休。小姐，那我要一个大的阿面线，这边吃。啊，综合的。啊，谢谢。好，那感觉上还蛮大碗的。要先付吗？没关系，你先坐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桌子上都有调味料，有这个蒜泥、辣椒酱跟黑醋。好，那各位对我的建议跟我对各位的承诺啊，我都会慢慢的来实现啊，吼，不是不去采访哦，是要这个安排时间，然后还有金钱哦跟时间，又重说一次，然后慢慢去采访啊，哦，那当然也要看店家愿不愿意让我采访，像刚刚就是说他们不想被采访哦，那刚刚连差点连面线都不能拍哦。所以这个要体谅各位体谅，要体谅我的辛苦了，哈哈，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哦。你在这边吃，跟我要采访再吃哦，这个是不一样的哦。啊，有的是他把你当老客人啊，有的人是不认识我，他会戒心很重哦，不晓得我要干什么哦。其实我是好人啊，但是这个很难解释啊，因为第一次来，店家不晓得我要干嘛，然后这个哦，这也不能怪他们哦。那个我都是去陌生店家。好，那看到我很有戒心，又拿手机一直拍哦，不喜欢我是应该的啦哦，我是不是那么让人讨人喜欢的家伙了？好，那就稍微解释一下这样啊，就是这个你们吃觉得粉好吃，然后跟我要来拍跟再吃哦是不一样的，啊，很烫哦，然后很大碗这样，刚好我现在也肚子很饿哦，哇，这是怎样？是100度吗？地狱就对了。然后之前有一个小姐说，一直想看面线啊，哦，那我今天也实现了对你的承诺，啊，感觉上是真的厉害的感觉了哦，那喝喝看，汤头不错哦，喝起来蛮温和的，感觉有柴鱼片跟高汤吧，但是我说不出来是什么高汤，啊，不会死甜哦，就是刚刚好这样子。然后面线还有点 Q 弹度，还不错。那本身就有点这个蒜头的味道了哦。我应该没吃错了啊，对，它应该之前里面就有加。然后这个蚵仔蛮大颗的哦。嗯，蚵仔蛮新鲜的哦。好，再看这个大肠的部分哦。嗯，哦，大肠的确蛮好吃的哦，卤得很入味，然后有这个油脂的香气，跟这个陈记蚵仔面线、专业蚵仔面线有的比啊，哦，啊，但是老实说啦，目前个人觉得就是这个，个人认为陈记专业面线比较好吃哦，但是它还可以排进我这个前3名的面线啊，是我个人啊，不是你们啊，是我个人啊，哦，然后我觉得这个面线有90分。哦，蛮好吃的，的确，这附近最好吃的面线店应该就是这一摊了。哦，料很实在，这一碗就是一个大碗公的量哦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很烫很烫哦，然后面线也不糊，这样不错。哦，这个对男生很重要的蚵仔哦，哈哈，哦，很新鲜哦。虽然我吃了这个，我不晓得要干嘛了哦。好，好吃。好，再来就这个重口味时间呢，哦，是我个人喜欢的，加个2圈吧，哦。这个特辣的，多少？特辣你啊？自己做。这样哦，啊，万一太辣怎么办？好，我试试看哦，一点点就好了哦。好，那这个阿伯蛮亲切的哦。
哦，感觉老灰阿郎都比较亲切哦。这个，因为我也是老灰阿郎。然后再加上这个我最喜欢的蒜泥啊、哦。好，这个晚上如果你有怕有吸血鬼的话，你就多加一点。我这样讲应该是蛮冷的啊、哦。啊，加个40哦，保证吸血鬼跟老婆看到你都怕啊、哦。说哎，亲爱的，让我亲一下、哦，不好意思，你太臭，不让你亲啊。好，那刚这个是开玩笑的哦。个人很喜欢吃大蒜啊、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那加了这个阿北建议的这个辣椒之后、哦，现在就试试看。哦，这个辣椒蛮够劲的哦，又是类似这个朝天椒，好吃。嗯，好假。哦，里面好像还有点肉羹哦。有三种料。这样子哦。对。大肠、鹅啊跟肉羹。OK。啊，那个汤头是柴鱼跟大骨吗？肉汤。这样子哦。只要肠子也可以，只要鹅也可以。哦，这样子。只要肉也可以，就多一点。多一点，哦，好，谢谢哦。啊，那个老板的绝招就是这个多一点，通通都多一点哦，料多一点，汤多一点，然后这个面线也多一点哦，的确很大碗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啊，好赞。有点想把阿伯拍起来，问他可不可以哦。好，那加了料了之后，我觉得是93分啊、哦、我比较喜欢重口味的。好，那就远远的拍一下哦。那阿伯就是很客气啊、哦，这样。好，但是他不想太曝光呢，就是远远的照一下就好。好，那讲到哪了？这个加辣就很好吃了哦，算是蛮丰盛的早餐了、哦、中式早餐。我想到最受欢迎的原因应该是因为大碗哦，然后口味也还可以，不错。嗯，然后再来就是一口接一口，一口又一口哦。嗯，好吃。应该已经开很久了吧？因为店家都不愿意讲，所以这个我也只能用猜的。然后这个肉羹也不错了哦。啊，那讲解就差不多了，就只能这样了哦。啊，那桌上的这个佐料就自己看自己怎么加哦，加也可以，不加也可以。啊，那最后就是这一间店的名片哦，在这个啊乐业面线，台北市大安区乐业街136号，然后还蛮好找的哦，路边停车也很方便。好，那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哦。好，听说这个提早卖完会提早打烊了哦。我想要来吃的话，就是开店就来吃。然后这个老人家第一代人还蛮客气的，我还蛮喜欢的。然后觉得就是面线很丰富了哦，然后这个 CP 值高，便宜，然后又好吃，哦，人又蛮客气的哦，算是这一区最好吃的这个面线哦。啊，网友你推荐的不错了哦，还蛮不赖的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哦，拜拜。